大家讲，你现在是哪一颗正在痛？就是上面的最里头的一颗牙。哦，里面的牙齿、是吗？嗯。现在正在痛，痛多久了？就是我那个只要咬着硬东西，它就会痛。今天中午可能一个饭粒吧，磕了一下。好、哦，所以正在痛。好，就有一点隐痛，隐痛。是，好、这个也可以处理。我说痛。如果它不是二十四小时，它是一个固定的姿势，或怎么样，它才会痛。那个就是不是二十四小时，不是持续。那不是持续的话，一般做是会立刻解决的，也就是它的痛会立刻，甚至有时候轻一点就会消失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会稍微痛一点哈、这里是不是痛？对，很痛。三，哎呦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好，我按十二下。我如果不严重，一般患者差不多十下左右。他如果严重一点，像癌症，我十五下到二十下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我力量不是用很大，来。这里会不会很痛？没有那边痛。哦，那一边反而是病灶哦。啊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这样我看看这一边呢，这个痛吗？不痛。这个不会。那个有点那个痛。哦，这里有、是吗？好。这里痛。很痛。哦，这里很痛，好。嗯。你除了牙痛还有哪里痛？脖子会不会痛？脖子不舒服。你脖子不舒服哈、嗯、我顺便帮你解决好了、嗯、你脖子就是在这里、哎呦，我觉得因为这里，那你我看你这一边我再帮你按几下，这一边应该就是你牙齿痛的主因、嗯、这里是不是很痛？很痛，对，这里很痛，对不对、嗯、好，四五六七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头在趴着，我脖子顺便帮你解决。这里痛吗？痛。啊，这里呢？痛。这里。也痛。这里。也痛。啊，这里呢？也痛。哎，全部都痛了。好，啊，下来这里会痛吗？那个好点。所以他脖子痛，我按脖子反而不痛，所以哪里痛哪里就不能按。那我按的是枕骨下缘，好，我现在按给大家看，他脖子应该就是枕骨下缘引起的。很痛。这里很痛，好，那这样就够了。有痛一般就有效，不一定说要按很久。我现在帮他舒缓一下就好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你再摇摇看看那个感觉，来，慢一点。这个。是好多了，不到。你看看。哎。现在感觉呢？现在好像不痛了，但是现在不痛了。好像不痛了。啊。是啊、哦。对。